Today, uh, uh, "today" largely on the strength of evidence gathered during the Global Challenges of voyages, nearly all Earth scientists agree on the theories of plate tectonics on the continental drift that explain.

好，时间到。大家可以看到说，说，strength 这长得像谁啊？不就是 strong 吗？是这意思吧？所以呢，我们说它本身是 strong 变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啊？名词。所以他说，largely on the s t r e n g t h 对于优点 of evidence gathered，是吧？所以这个优点 gathered during the Glommer challenges voyages。 是吧？挑战者号的这种航行，是吧？呃，它的证据的 strength，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Nearly all are scientists 什么什么东西，所以 strength 应该选谁呀？正确答案是 A、B、C 还是 D 啊？正确答案应该是 A，是吧？strength 叫优点，叫优势，当然还有基础，叫最基本的东西。 所以今天我们看整个句的意思啊，largely on the strength of evidence，是吧？我们去基于这些正确的优点，gathered during the 在什么时候啊？在挑战者 voyage 航行的时候，基于这些东西，nearly all earth scientists 所有的地球科学家 agree on 都同意这样一个理论 theories of plate。 Tectonics，什么叫做 plate tectonics 啊？它所表示的意思叫做板块构造地质学。那什么叫做板块这个构造地质？这个之前在我们地质学给大家讲过，叫 tectonics，是构造地质学就是我们说魏格纳的板块漂移说，那、这个、板块一会儿开一会儿合，所以后面那个词叫 continental drift 也是在前面讲过的。所以很多地质学家都开始同意这个理论。 of p l a t e tectonics 叫大陆构造学说或者板块构造学和大陆漂移学说，continental drift that explain 它能解释到什么呀？many of the geological processes 很多地质过程 that shape the earth 就是形成地球的这样一个过程，是不是？explain many of the geological processes 很多地质过程 that shape the earth 啊，形成地球的地质过程。 好，那么在这个题目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同学说老师，那我就想不出来，strength 它有 basis 的意思，那你看 purpose 可以吗？由这些证据的目的肯定不可以吧？purpose 这个 p o s 也是我们在化学中讲过的词根，discovery 它叫做发现，是吧？咱们同学看一个电视剧或者电视的节目叫 discovery，endurance 这个词不认同学，你看 d u r 不叫持续的意思吗？所以 endurance 叫持续，所以这个时候，那你看看。 哪一个是证据的持续性？证据的发现是不是、啊？还是证据的目的？还是证据的基础呢？是吧？所以应该是取决于它的基础，是不是、啊？哎，然后的话呢，或者是它的这样一个基础性作用，最终人们都同意了板块构造学和大陆漂移学说。好，看下一个题。Most of these the surging g r o u p s came from natural Increase，surging 这个单词表示什么意思呀、啊？哎，它叫做冲浪。大家玩过冲浪吧？那个浪呼的一下就起来了，这个东西叫 surging，是吧？这样呼的一下就起来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说，所以这个题答案应该选谁呢？给大家三十秒的时间，大家看答案选谁。 好了，时间到。大家看 s u r g i n g 什么意思啊 s u r g i n g 是不是可以表示的意思叫做冲浪啊？所以当它表示冲浪的时候，你得选一冲浪的意思的呀。所以这个词就得有非常好，快速增加，accelerating，是吧？这个词不认识的同学，请翻看或者是啊倒、呃、带啊、呃，因为你在看我们的这个视频课嘛，你可以倒带，迅速倒倒到什么地方去呢？ 哎，得到物理学词根中力学中的第五个关于 c e l e r 的词根，表示速度的时候，所以 a 表强调 c 双写后面词根第一个字母 c e l e r 叫速度，所以 accelerate 叫加速。你看加速不也是表示这个冲浪这种感觉吗？对吧？所以他说，most of this surging growth，他说整个这个什么呀？ 大规模增长的一个部分，came from natural increase，都源自于自然增长。那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说啊，中国在过去的六七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不是人口大量增长吗？这个叫 surging growth。那么这个就叫自然增长，natural increase。A、哎、选项 new 叫新的，extra 要额外的，acceleration 加速，surprising 令人。 震惊的。好，我们看下面一个：After the peak year of 1957, the birth rate in Canada began to decline。是这意思吗？所以大家可以看到，After the peak year of 1957，是吧？那么 birth rate 叫出生率，begin to decline 开始下降了。所以这个地方 peak 表示什么意思啊？ 好，给大家三十秒的时间，请大家做这个题，看答案选谁。 好，很多同学，我想你选了 C mountain，对吗？好，这个题的正确答案是 D maximum。maximum 表示意思叫最大，大家注意啊，peak p e a k 是吧？它表示叫做顶峰的意思。所以当它表示顶峰的时候，你看那个 mountain 只表示山呐、啊，这个山有山顶还有山脚呢，所以它表示不了，所以你得选一个顶峰啊。maximum 就叫最大值，所以 peak。 这叫顶峰。那你看，我叫加峰，所以叫做 nation peak，n a t i o n p a k，就是国家的山峰，是吧？然后再加 i t 幺六三点 com，就是我的邮箱。你看我这个邮箱起名是不是挺好玩的？nation peak。总之，我们说国家的山峰叫加峰，所以 peak 它只表示顶端那个顶，它可不表示山这个事儿。所以这个时候你选错了。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题，它在说什么呢？它说。 After the peak year of 1957，是什么意思啊？在一九五七年的这样一个峰值年，the birth rate，birth rate 这 rate 表示什么意思啊？出生率。In Canada, b e g u n to decline，开始下降。所以正确答案选四 D。好，我们看下一道题啊。好，这个题它说。 There are numerous unsubstantiated reports that natural vitamins are superior to synthetic ones, that fertilized eggs are nutritionally superior to unfertilized eggs, that untreated greens are better than fumigated greens, and the like. How Asian is unbelievable. B, uncontested. C, unpopular. D，unverified。D. 好，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大家看这个题，答案选谁？ 好，时间到，大家看这个题，答案选谁啊？为什么说这个题先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来选呢？这个题选不出来，那我今天都白讲了。因为我们刚才讲完这个单词叫 substantiate，叫证明或叫证实，所以 unsubstantiated 叫做未经证实的。而且当时我们就还讲了另外一个单词叫什么呀？哎，叫 verify，叫证明和证实。所以这个题答案应该选择的是 D，unverified。 是吧？刚才我们还在法学中的这个词根中还讲过，像 verdict 叫说真的，是不是？同时 v r 表示真的，我们刚才说过它来自法语词根 v a h 叫真实的，叫真理。不信你在哈佛大学的校徽上找找这样一个拉丁文。所以这个单词叫未经证实的，前面那个 unsubstantiated 不就完事儿了吗？是这意思吧？哎，答案选四 D。 A 选项 unbelievable 难以置信的，B 选项 u n c o n t e s t e d 不能竞争的，C unpopular 不流行的。所以我们看看这个题什么意思啊？来看一下整个句子他在说什么呢？他说 “There are numerous substantiated reports that 有无数的成千上万未经证实的报告说到 natural vitamins are superior to super 好的，所以叫做自然的维生素。” 比 synthetic ones 好，比这种合成的好。Fertilized eggs 受精的卵啊的、uh, 鸡蛋啊，nutritional superior to 啊 unfertilized、uh, 在营养上是什么呀？哎，比这个没有受精卵要营养。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是吧？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家里可能吃饭也吃不是很饱哈。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如果说吃这个只是一个这个原因啊，在即使吃饱了，我们也会去做一个事情，就是门口有一些烧烤的小摊儿。现在的话呢，烧烤都是吃羊肉串啊，或者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吃一种东西叫毛鸡蛋，是非常残忍的，是吧？怎么样呢？就是把那个受精卵那个蛋是吧吃掉，然后那个蛋里面呢是有很多半孵化或者是未孵化的小鸡。我现在想起来简直是非常可怕，我从来不吃，是吧？啊，我只吃麻辣烫。但是我想说的是。 啊，uh, 那么当初呢，就有一个人叫 fertilized egg，就是那个呃已经可以生出小鸡的那个蛋，叫 f e r t i l i z e 叫被受精的卵或者蛋。u n f e r t i l i z e 就是你平常现在吃的西红柿炒鸡蛋里的那个，是不是啊？哎，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是吧？你想一想，当你在，当然这两个鸡蛋是不一样的啊啊，当你这个小鸡就可以孵化出来的时候，那个是吧？你炒了一盘西红鸡蛋炒西红柿就变成了是吧？宫保鸡丁了，里面全都是肉了嘛。 是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受精的卵在营养上比那些不受精的卵要更有营养，是吧？哎，然后没有经过处理的谷比那个处理的要好，这就是我们说 t h e are n u m e r o u s 有很多 unsubstantiated 未经证明的 reports。好，这都是我们刚才讲过的东西。好，我再讲一个，就是那个自然维生素。 这个单词的发音，我们也强调过不止一遍，它不能读成 vitamin，应该读 vitamin。好，我们看这道题啊，这道题的话呢，也是我们最近刚讲过的词。But in many cases, consumers are misled if they believe organic foods can maintain health and provide better nutritional quality that. Conventionally grown food foods，大家看一下这个题，答案选谁？给大家三十秒时间，因为这个题确实很简单。现在开始。 好，大家看，maintain 是不是保持的意思啊？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题中答案应该选谁啊？选一个带保持的，哪个带保持啊？答案选 C。当初在说这个词 s e r v 的时候，我们讲了三个词：preserve、pres erve, reserve，是吧？还有一个 conserve，这三个词。所以我们当初特别指 preserve 的时候，是保持原样的意思吧？所以的话呢，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翻看。 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A 选项 improve 叫提高，B 选项 monitor 这个词也讲过，monitor 这个单词本身叫做监视器，对吧？比如你现在看的电脑，是吧？我可能一会儿从里面爬出去，是吧？啊的一下我就出去了。那么接下来的话呢，你看到的这个东西就叫监视器，叫 monitor。那么 monitor 本身的话呢，还有班长的意思，是吧？preserve 它叫保存，restore 它叫恢复。 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 “maintain” 这个词，t-a-i-n，它表示 “hold”，所以 “maintain” 也表示 “hold”，也叫“保持”。所以这个答案选 C。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句子啊。他说：“But in many cases，但是呢，在很多的情况下，consumers are misled，消费者呢被误导了。If they believe，如果他们认为，organic foods can maintain。” 有机食品能够保持 health and provide better nutritional quality，更好的营养质量，比起 conventionally grown foods 传统种植的食物。所以，but in many cases consumers mislead if they believe organic foods can maintain health and provide better nutritional quality than conventional grown foods。就换句话说，如果他认为有机食品比那些啊、呃、能够保持健康，并且比那些有营养的。 啊，比传统的提供更多的营养，这样一些人的话，其实是被误导的。好了，这就是这道题。